他还说一下。二哥自己拍的时候能讲着吗？里面都是肉肉啊。走走走，往里走。妈呀！海瓜子儿。海瓜子现在都跑里面来了，外面已经冻的都没有了。里边这也要不了几，我的天哪呀！你这暴力呀、啊，暴力展开。不行、啊，石头你敲不碎。哎呀，扣三，掉一个，哎呀。这继续了一只螃蟹，哎呀，上去！我瞅着，妈呀！你们这是欺负人呀！你全钻到这洞里，让我咋掏呀？可丑死了！哎呀，掏不出来，但能抠出来些。这个风把人那吹走，太大了，都没钻下去啊！走，这底下有东西吗？这边是白格，这太小了。走，看见海上我们的二哥。为啥我一个找不见呢？这个应该我找了一个，还竟然不在家。刚才那个洞那么大，出来的货也不是一个霸王，这小洞也不一定是小货，这个洞也不是很小。哎呀，就你在这边出货。出来，出来，来了，来了，出来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看这个痕迹，哼。这儿有一个，铁定是有一个猫耳朵。这个绝对有，一大一小，这俩都是偷的啊！好玩不好玩？有螃蟹吗？那有皮皮虾。哈哈哈哈，玩儿！哎，还没出来。试试能出来什么？你看，看你看，皮皮虾。哎呀！上次就被偷了。哼！哎，哥，上桶。我看你准备搞一桶呀。这一桶可就多的不行了。那儿有花盖儿，我刚看见两个花盖儿。我不怕它夹手。不大。大不大都会夹手。这没错，来来来来。我觉得你应该上来了，来往那边走，别在这边转悠。我靠，盘螺啊！我说。最多的是这儿，哎呀，我的桶，这，哎呀，桶来，这样，哎呀，翻桶了。先放边儿，哎呀，不掉，掉哪儿？掉这儿，还这两个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啥？来了，二哥抓的皮皮虾，走了走，我不扣了不扣了，看我正抓螺这儿，二哥呼叫，扣皮虾。